今天我们就从这开始，乾道变化，歌正性命，宝和太和乃力争，乾元为道。因为乾卦有四德，第一个德就是元呢，元和力争的元，元就是道，那个乾元为道。因此呢，这里讲乾道上系时以阴阳之为道，中以阴阳不测之为神。这是拿《系辞上传》里面两句话解释这个变化的意思。那么就是乾卦这个乾叫做道，道可归的在哪里呢？道就是变化无穷啊。下面就举这个上系，就是《系辞上传》。《系辞上传》前一句前面就开始用这个阴阳之谓道，他就是把它简化了。原来的句子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道从哪来呢？就是从一个阳一个阴这两者呀，可以悟到这个道。因为讲本体就是太极呀，周易的本体就是太极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体。这个心体原来是浑然一体的，你没办法认识，那要研究要觉悟。从哪里觉悟呢？由本体分开了一阴一阳，从这两个现象去觉悟了，这就是道。研究道就是就开始研究。其实有阴有阳啊，那就有变化了，体上面浑然一体，谈不上变化，有阴有阳就变化了。所以中以阴阳不测之为神，在《系辞上传》里边，后来就讲到，有阴有阳，就变这个一阴一阳这两种假象。说到假象啊，又加以解释了。从太极起作用的时候啊，必然要起象，起象然后才有作用。你没有起象的作用，就没办法用出来。所以要讲一些作用的话，必然起相。这个相在我们凡夫众生固然是假的，就圣人来看也是假相。为什么说是假相呢？圣人有体起用的时候，他就起这个相啊，这个相有一定的任务的，任务完成了，这个相归入到本体了，回归到本体就这个相就消失掉了。那么既然有起有消失的还是生灭法，那当然是假法。不过圣人他明了的，就拿这生死来讲吧，那孔子到世间来，他知道啊，一生下来就知道，一直到这个离开人世间，那生死自己知道啊，他其实种种的相他都知道，他就知道没有什么痛苦的。那我们没到圣人地位，甚至于没到他学生那个他的那些大弟子的贤人的地位，我们都没有到。我们不但生死痛苦，就身体有了毛病，有了病的时候也感觉痛苦啊。凡与圣不同在这里啊，就相来讲都是假相，圣人知道是假相，我们凡夫众生不知道是假相，假的不了解的是假的。所以刚才提到假相，我觉得要解释，不解释大家会误会的。那么这个阴阳两个相是假相出来了，出来它就有变化。变化呢，阴阳不测之为神，阴阳这两种现象假相的变化我们普通人不知道，测是你研究它的怎么开始变的，变到后来如何测量啊，你没办法测量它。这个呢就是神。因为我们一般人呢看见一桩事情发生了，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这叫神了。这个事情又消失掉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去的，来去都不知道啊，那么这叫做神。你说古人那个会写文章的，会写作诗的，那诗的灵感一来的话，那人家形容他神来之笔啊。这个神来之笔怎么来的？这就阴阳不测，不知怎么来的，这灵感突然来了。做事情也是如此，你要想知道那有办法，普通人是不知道的。要知道什么呢？就佛家来讲，深信因果，他就知道了，知道过去现在未来，实际上任何事情包括自己的生命的都知道。儒家怎么呢？听什么呢？儒家也是不理因果，儒家讲的天命。孔子遇到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别人不了解，甚至他的那些大弟子都不了解，他就是告诉人家是天命。孔子了解的清清楚楚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中庸里面所讲的，叫这个诚字。至诚之道可以前之，至诚之道，什么叫至诚之道呢？
中庸里面讲，诚者天之道也，诚就是天然的道理，本来就是诚，讲的人的本性就是个诚字。诚者人之道也，我们学道学圣人的话就是学诚，诚之人就是我们普通人呢，学不学问就学的就是诚，学到最究竟处了，开始学的时候你学的得到诚的这个益处了，你就开始觉悟。学到最究竟的话是究竟觉，就跟那个佛家讲，开始学到你明了的话叫始觉，到了最后始本合一的是究竟觉。那么诚者开始啊，开始觉悟，知道这个天命，学到诚的那个地步啊，那就是始本合一了，圣功成就了。所以至诚之道啊，至诚是到究竟处了，过去现在未来自己的天下的一些人呢都知道，这是中国文化的可贵处。没有这样的文化高的境界，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啊，好在哪里啊？即使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中间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周易了。周易就是叫我们知道这些变化，知道这些变化呢，普通人呢他自己连变化也不知道，那个假象也不知道当作真实的，所以随着这样这个变化了，他就跟着这个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就苦恼，如意的事情呢就是值得骄傲，纯粹是凡夫众生的。那么现在学的就是学的这些变化，知道这个变化以后，运用圣人所讲的这些道理啊，可以改变的。如果学周易只知道变化而不知道改变变化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最重要的作用在此啊。所以这是始呢以阴阳之为道，终呢是阴阳不测之为神。知道阴阳不测之为神了，你就可以运用自如。你运用出来，人家照样不知道，人家认为你是就是很神的，神乎其神的呀。我们学周易的目的就是，就自己运用自如，自己知道了自受用。一般讲要明哲保身，学周易不能明哲保身，那没用处的。进一步的，不但自己明哲保身，还要叫这所有的人都要明哲保身。明哲保身，这个身体保留住，然后才可以凭着这假身才能够学圣道、学圣人。身体虽假的，但是你不连这假身都不能保的话，那凭什么学啊？借假修真嘛。韩广谟啊，就是王弼的学生，王弼到后来啊，西辞上传他就没来得及注解了，学生给他完成的。韩广谟注笔注就指的那个西辞上传的两句话，阴阳不测之为神。他说神者变化之极啊，神是什么呢？就讲这个阴阳两个现象变化到极处了，变化到极处是人家不了解了，谁也不知道啊。故曰乾道变化，上面呢李道篇拿西辞上传的经文以及韩广谟的注解来解释乾道变化。乾道变化这也是孔夫子写的这个彖传，所以啊，这个孔夫子在这里讲呢乾道变化了。乾道变化就叫我们认识乾卦这一卦，乾就是道，这它的这个以乾道来变化了，就是跟后边那个西辞传讲的变化莫测，就像神一样的，这就是神呢。阴阳两仪就是从太极出现的，所以他是在这里讲乾道变化。西辞上传又说呢，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？知道变化之道的，你怎么能够知道变化之道呢？你能知道变化之道，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神之所为，变化不测的，变阴阳不测的呀，这叫神呢。你果然对于阴阳不测的那种变化之道你都了解了，那你就知道神之所为了。神之所为你一切都知道，你本身就是神了。所以说知变化之道，为什么在阳成变在阴成化呢？阳就这个阳气啊，由这个阳气逐渐的变得再成为变成有形状的，它是渐变，逐渐的那个，不是一下突变了，这叫变。再阴成化什么呢？化是突然的化来的，化是从无到有，突然化现出来。变是啊，原来是有，然后逐渐改变它的现状，这两个有点不同的。实际上这个道理来讲啊，一切的相啊都是由渐变而突变，不过我们普通人呢，那个渐变呢看不出来，那个阳气很微，最微细的看不出来呀，变到很具体了，一花了突变的时候才看出来了。
比如说我们人的生死吧，你讲生是怎么来的？先有入胎，入胎之前，我并不是这个人的入胎啊，他一下就入来，他在入胎之前，他的前生啊造了很多这个业，这个业是呵护到人道来，他造成功的，他这才入了人的人生的人胎呀、啊。人胎的时候啊，一般人还不了解呢啊，在胎里面怎么样变化也看不清啊，必得等到胎儿形成了生出来了，这才看到，才知道。生是如此，死也是如此啊。一个人说死，忽然就死了，没那回事情啊。他死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他总是有一些病啊。这个病不是这个病，就是那个病。人到老年人，你看老年人身体好好啊，他又会说话，又会走路，又会吃饭。年轻人不懂，到年纪老人，任何一个老年人，他都有一些老年人的病呢，毛病多得很的。他就是在渐变渐变呢、啊，逐渐变到什么呢？变得突然的，话也不能说了，什么都不能动了。这个肉体整个停止了，那就是突变就死了。这是我们一般人不懂啊。要学道学觉悟的人的话，这个渐变就要知道啊，这个变就要知道啊。讲到现在世界的问题，全世界都危险。那美国带头啊，他都是发展这个武器，把这武器自己也运用，又要卖给这个国家，卖给那个国家。这个武器卖给国家干什么呢？那武器卖出来不使用，买了个干什么呢？买了好玩呢？那是渐变嘛，渐变变到一个适当时期，哎，突变了，那个灾难。这一般人不知道啊，我们修道的人修周易的这个早应该就知道了。所以再阳成变是逐渐逐渐就在变了，变到一个一定的时候就突然来变，就化了。这里只叫乾道变化，乾道变化你按照这个西辞传里所讲的话，应该叫坤道啊，乾坤这两连着变化。但是在这里李道平讲该以乾同坤呐、啊，乾可以包含了坤了，统就总统的意思，它总挂起来，以乾呢是包括了盖括了坤了。所以乾是主编的，坤呢主化的，就提一个乾道，就包含这个坤道在内，解释变化这两个字。这个解释完以后，在下面举中庸里面讲，中庸是礼记里面的一篇。中庸曰：天命之谓性啊，开头一句话，天命之谓性。中庸里面这个天呢，在这里讲就是乾为天。一般人讲中庸的话，天命之谓性，那个天怎么解释法呢？天是不是讲这个六道里面的天道呢？真正说起来呀，天命之谓性，那个天就是天然的，在易经里面讲就是乾。乾怎么来的？这个乾就是六爻兼阳，这个阳爻就是从这个太极里出来的，它就是本性。性呢为乾也，乾为天，就性就是乾。以乾变坤，以坤化乾呢，成为积极定。积极定是什么呢？也是于凡说卦的例子，特殊的例子。他遇到这个哪一卦？凡是拿一爻的位所占的位置不当啊，或者是不当位，或者是不正位，这叫失位了，失了位置了，失了位置都要把它改变变正，把这不正的变成正的，变成正的时候啊，六爻得变正啊，那就上坎下离啊，积极这一卦就是六爻皆正啊，把它调整了，六爻这个每一爻都归于正了，成为这个一个完整的一积极这一卦了，叫做定，叫积极定。定就是六爻就定住位的定，定住它应战的这个位置，叫做寂寂定，这是一句成语。那么下面就说六爻皆正，刚柔未当啊。就一般就是成为寂寂定以后是六爻皆正啊。六爻皆正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九是阳刚，六是阴柔，阳刚站在这个阳位置，阴柔站在阴位置，这就是刚柔未当啊，各当其位啊。古曰各正性命，经过这样的解释，把它的数据找出以后，哎，就归到这个经文了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啊，这个性命的根据就是什么来的？就从这个卦爻里面来的。那么再解释下面，六爻皆合，六个阳，这个都是这个阴阳各正其位，刚柔这个位当，即是各正性命了。那么就这个阴阳两种爻来讲，阴阳合德，就这个六化卦来讲，一三五二四六，每两爻就是阴阳合德了。初九六二，九三六四，九五上六，六爻就是阴阳合德。所谓合德是什么呢？刚柔相济，水火既济的既济卦是济的什么呢？刚柔相济啊，合德。故曰包和太和啊，大就读太子。古人这个言语发音不像我们后来的这个变得这么维系。古人发言呢，尤其是北方啊，它很多音是差不多。你比如说大太这两个音呢，在古时北方那个音是相近的。相信就是有时读大，有时读太，这些都是同样一个地方人的，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话，有时这个说这个言语说快了说慢了都有变化的，没那么准确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为了了解他的意思，读太。
太和。饱和太和啊，和就是阴阳合德，饱就是饱止，饱止这个阴阳合德。这个饱止阴阳合德就是从上面各正性命来的。各正性命就是由于这乾坤这两卦的变化的有道理，乾道坤道这两者变化，这个变化使得各当其位呀。那我们现在你研究这个易经，易经就可以说就代表中国文化。中国你从这里你了解，你保持这个各正性命的话，就是阴阳合德。就天地来讲，太空跟这个大地这两者一定是刚柔相合。就人类来讲，组成一个家庭，为什么一定是一男一女才能组成家庭呢？刚柔合德，阴阳合德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呢，现在那些从西方来的，我不要刚柔合德，我不给一男一女，我同性或者两个男的可以结婚，或者两个女的可以结婚。那你这个两个女的从同性结婚的话，就是纯粹是阴柔了。那两个男的这个同性结婚成为家庭呢，你完全是刚的了，你就不能合德，不能合德这个家庭问题是那太多了。是这个必须得要阴阳合德才能永久这样保持啊，才有得到太和啊。太和的和字就是连横立正的立字，我们也得到这个利益。真正的利益在哪里啊？利益就是和啊，和才有利啊。所以在这个易经里面呢，乾卦除了前面讲四德，讲连横立正，讲立字以外，在别处就用和字代表这个利，就告诉我们你利是从哪来啊。利不是上下交整利，孟子讲啊，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啊！交争就是互相个人争夺自己的利益啊。那中国文化讲利不是不讲，无论就个人就这个人群来讲这个利啊，这也是从和来的，不从和而讲这个利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利，那是害了，那利的反面来害了。所以讲在这里，这是说啊，古曰饱和太和，和即利也。那么乾呢不言利，乾卦是天道啊，他不讲利，故称太和。太和就是大利啊，太就是大了，太和就是大和啊，大和也就是大利。这个大利啊，不是现在的那些政治家来讲争夺那个小利啊。你政治家现在讲这个利啊，个人的固然是小利，你一个党的一党之私为这一个党的利也是利。甚至于就是像美国现在他是世界是最强的国家了，美国现在无论是哪个总统，他对外的一个外交关系帮助哪个国家或者是攻打哪个国家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美国自己的利益啊，你要他违背他美国自己的利益，那去帮助人家是办不到的。就这方面来讲，他就是为他国家来讲这个利益还是小利。周易讲这个大利呢，就是从和来的，这个和来的大利是全世界的呀，不但全世界人呢，中国人讲是叫天下苍生啊，苍生是包括人类畜生一气一草一木都是包含在内的，这叫大和。这个解释解释和正之一啊，解释和正，和正就是立正，故曰乃立正也。把这个上面这一句解释清楚了。汉书是这么解释的，你们各位可以配合着看那个十三经注疏本子，王汉注的，他讲义理。那这就是说乾道变化，我们人呢，不管你是做国家的这个君主也好，平民也好，你凡是要学圣人的话，你就要学乾道，学变化，你能够变化你就这样学啊，你唯有这样学，你才能够正自己的性命，得自己的大利，也替天下人呢、啊、性命能够正性命，也为天下人求到这个大利，就是这么学法的。汉儒注解这个我们要多用一点心思来研究的话，都可以用在实际的人事上面。比如说讲的成寂寂丁六爻皆正啊，我们普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名副其实，必须要正自己的位置，你站上这个位置不对的，你赶快就不要再做了，大事小事都是如此。我不能说好像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大位了，大位你这个大位来的正当不正当，来的正当可以继续做下去，来的不正当的话要明理的话这个位置不要，或者说呢你也舍弃不了这个位置啊，赶快争啊，改正啊，从自己本身是马上改啊，这也还来得及啊。那古时候那些从那些帝王攻天下的时候，尧舜是天下是禅让的，到了家天下，家天下的天下都是打天下打来的，打来之后先用武功后用文治啊。汉高祖就是啊，汉高祖起来的时候他跟楚霸王相争，你说是谁是圣人呢、啊、都称不上，楚霸王固然不能叫做圣人，汉高祖也不能成为圣人，得了大位之后还是要叔孙同啊给他治理作用，朝廷里才能够稳定下来。
布置离作右的时候，连他这个朝廷里面都稳定不住啊，何况要治理天下呢？那就是说原来位置不争，得了位置后赶快要争，万事都是一个理。